心提三发三命中，这已经是顶级的记录了，写下大会记录。不心提第一球就投进。哎呀！好稳的，他有球盖，他有球盖，好准！心提只要再一个再打破纪录，就破纪录。破纪录！请宣布得奖的是心提。很谢谢领队相信我，也很谢谢队友一直在帮我加油，那是非常有力量的。不管别人看不看好你，你都一定要相信自己，然后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，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。好，红队的第一棒吴心提已经站上了射击区。好，当他架枪架好之后，他会喊一声好，然后后面的靶场教练就会踩下开关。哎，中就中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哎，心提真的是太棒了，自信心破表，哇，有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没错，而且对女生来讲哦，这个枪呢，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重量，还有它的后坐力。哇，又中！哇！一开始就先来个下马威了，真的，他已经连两发、连两盘了耶！对，压力大了，蓝队压力大。三发连三中，也是目前的整个飞靶里头的最好的一个成绩。吴心提三发三命中，这已经是顶级的记录了，写下大会记录。未来呢，没有人能够破他的记录，只能够平他的记录了。好棒哦，心提！你以为你买的、啊？第一棒，其实我没有非常的紧张，也没有说太大的压力。一摆好位置，确定说我现在这个感觉是舒服的，我就是专心在把飞出来的那个位置，然后快很准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哦，待会紧接着要上场的呢是红队的选手吴心提。那在这一次的投篮比赛呢，他其实也花了很多的苦心在练习，其实稳定度算是不错。好，吴心提第一球就投进。哎呀！他有球盖，他有球盖，好准！心提好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球全中！对，来，心提稳住，打板进，中，罚球线。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球要进，每次看到心提上场，我都觉得好励志哦。好，右边应该要更准。来，心提稳住，这个很漂亮。这个球过头，调整回来。九分了，心提只要再一个再打破纪录，就破纪录。破纪录！再一球，再一球，再一球，有没有机会？啊，这个打破纪录，破纪录，还是破纪录了，还是破纪录。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，从分队到现在，你看他成长进步的幅度有多大，成长。投篮比赛之前，因为有飞靶的好的表现，所以我今天特别相信自己。当下地方，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样。想请问我们的戴豪哥，哪些人是你心目中的 MVP 入围名单？入围者有小巴。他飞靶真的让我太惊艳了。哎呦，小巴，是啊。然后还有接下来篮球的表现也都还不错。嗯。还有呢？心提。
今天在飞靶上破纪录嘛，然后篮球也不错，然后刚刚其实篮球也破纪录，对，篮球也破纪录，然后在巧固球真的是他是看整场唯一一个女生在那边进攻又防守的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。还有入围的吗？靖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靖伦也是他的飞靶也是破纪录，三发三中，然后篮球也表现得不错，然后刚刚在巧固球比赛的拼劲，然后跟那个气势，我觉得真的值得入围。是，好，那现在请宣布得奖的是欣缇。在这一次创了两个大会纪录以后，把这个奖杯握在手里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因为上一次入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会离 MVP 最近的距离。然后，就是非常感谢，就是有这么强大的对手，然后永不放弃的队友，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努力。然后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开心。很谢谢领队相信我，也很谢谢队友一直在帮我加油，那是非常有力量的。不管别人看不看好你，你都一定要相信自己，然后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，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。